派出所内骂三字经，议员说口头禅啊，他妈想摆道会害死人的，把脏话当口头禅，小心引发误会。高雄这位开机车行的机车议员就因此被爆料，他因为选民打麻将抽头被带到派出所，家属请他出面帮忙，他一到派出所看到潘富被铐脚镣，觉得小案子不必这样，怒骂你上来吵呀，我回来还致电分局长，分局长感到慌忙解释是为了方便潘富睡觉才把手铐改成脚镣。这个在家庭里面咱拍一个小麻将，小麻将。你是希望讲伊甲扣我变依法办，啊，卖甲用卡扣安尼啦？对啦，咱一阮嘛是拢没有去针对你办案啊，看你有当时啊，咱口头禅，当时啊，心理上的你学生啊，那些代志唔敢安尼，唔敢去口头禅。动新闻高雄报道。